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晚上好。哎，谢谢，是挺帅的。欢迎您来到天津德云社的演出现场。首先请您欣赏十分美好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，感谢大家。我们一上台来啊，可能有好多的问题摆在你们面前。什么问题？首先来说，观众纳闷，老秦呢？哪个？九华呢？迟到了。不是，对，上厕所了。你咋知道啊？他可能下午就来了。哈、啊，人家也是，人家在后里边呢整理一下这个服装啊，什么的，仪容仪表，一会儿就上来了，别着急，我们现在头一个先演，该我们，因为什么呢？人家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后台都是大腕云集，是，今天啊都比较注重这些东西，嗯，我呢没有什么偶像包袱，啊，但是我们都这岁数了，哈、啊，无所谓啊，上台来我们就上来了，啊，本来我也应该弄一个呲儿啪的头型的啊，这呲儿啪的是什么样子？就是帅的，你是不了解。我以为我这秃头就是刺儿啪的呢。来，人家头型不老话不说了吗？说什么嘞？叫脑门亮，头发稀，啊，下雨不会遭雷劈。谁没事老站树底下呀？那不老词儿说脑门亮，头发稀，肯定是个老司机。我驾龄时间是不短了，您别胡说话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词儿了啊，反正这都无所谓啊。嗯，形象来说我们是差一道。哦，上台来，你先跟大伙聊一聊天，说说吧。哎，有的朋友认识我们，嗯，有的朋友不熟悉啊，也得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。您自己还聊啊？我叫张鹤伦，啊，德云社的一名小学生。哈哈，哇、哦，我的天啊！您听听，在天津说到我的名字还有掌声，嗯，哇。哎，小心你的韧带啊！韧带好了是吧？有功夫踢球去，就你的，再也不踢球了。嗯，这个旁边这位也得介绍一下，到我了，叫张鹤伦的搭档。大家好，结束了。那么，您等一下，您等一下，没说我名字，因为我怕我说完的之后，掌声都已经这样了，我就不想更陷入一个更尴尬的局面嘛。不，尴尬没关系，到天津了，这父老乡亲知道我呀，也得说一说。您得说，自个儿说。我在台上，我不能说，我不能宣传淫秽的东西。来，自个儿说。我这名字怎么了？我这平常我看说的时候都张鹤伦后面打码吗？哪儿的事儿去？那您不说，我自己说。自己说，不好意思。大家好，我是彭甲，那你雇的人吧？你看出来了？是不是拿着牌子？老爷，老爷，我没举牌子。哎呦，我这不信！快，重新来一遍啊！捧你的观众还都坐在了剧场的外面。嗯，您怎么看见的呢？马路对面、啊。哎，就不要捣乱了，还没介绍呢。说吧，大家好，我是。闭嘴！干嘛呀？真要说呀？我这马上就说出来了，吓我一跳！哎呀，你吓我们一跳，好吧，说吧，拦不住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郎鹤炎。我们今天的观众，你们对于这个演员这个审美方面哈，我觉得差一道。刚才你们一喊侯震，你们说好帅，我就怀疑你们的审美了。现在一说郎鹤炎，你们好，我的天啊，哈哈！大家都喜欢我们这种机器猫类型的。天津观众就喜欢这是矮胖短的，说就在什么腰粗腿短、大屁股圆脸这种。说着说着还说小月干嘛呀？什么叫小月呀、啊？哎呦，岳云鹏在你这儿都小月了吗？那是对他的谦虚之称啊。那是我们的师哥，是咱们的师哥呢。对吗？师哥，我们俩同岁，我还比他大那么一捏捏。你们俩同岁？我生日比他大呀。我们俩都是36岁，都是85年的。看你俩这模样，以为你是小月他舅舅呢。他不是他有那么年轻吗？是你有那么老？我想打死你！85年，我身份证我是没带的。谁说1785年呢？那有一个考古工作者啊。怎么着？别人迁坟把我忘外面了？你也是老爱出来。
别看我啊，哼，一八八不是、啊、一九，失敬失敬，你管我叫祖宗就行，有钱我也不烧给你。1985年的，长得着急了一点，太着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美貌其实也还是可以的。别晕了，你们不爱看，闭上眼睛。人家干嘛来了？听像什么？听都听啊！您都36公岁了，36岁，小学。我跟秦霄贤、何九华，我们三个都属于小年轻的演员。说着话，生气了啊！差不多得了，彼此给个台阶不好吗？我这姿势，我以为你要单独唱一个人。我害怕鬼，但鬼没伤我分毫。就昨晚上就没让我睡好，你知道吗？来天津2天了，各位。他天天咬牙放屁，吧着嘴。我的天哪！你要不然你跟他一被窝，你试试。谁跟你一被窝啊？我让你承受一下那个被子的痛苦。你拉倒吧，你别来这套的，难受着呢。嗯，真的，来天津这两天特别的兴奋。嗯，但我们来天津这两天来说吧，开业吧。特别的隆重，这么大的场合，各种明星云集，是能在这演出啊，我们还是很开心的，很高兴的。观众来说，你有的第一次人来听相声，听的是我师父郭德纲于谦老师。哎，我们上台了，咱就是给您开个小场，做个电影，但是希望得把好的一面展现给您各位，多新鲜，对不对？你看刚才来说，从言语中啊，能听出来什么呀？有些演员有水平，有些演员差一点。怎么呢？拿他来说吧。我怎么了？刚才能说出做旧来这个事情啊，证明您的学问应该就不怎么样。我不怎么样。尿呲青铜器，这是有学问人说的话吗？不是您那意思，您这学问。对了，在德云社当中啊，别的方面咱不敢提，学问这一块方方面面的。你没事老吃方便面干嘛呀？能不能听上人聊天啊？听了你说了学问这一块方便面呢，方方面面的。怎么了？哎，在德云社他没有什么学，我师父叫小本。小本小学本科。小学没有本科。于谦老师。于老师幼本。甭问了，幼儿园本科。岳云鹏。小岳胎本。啊，胎教肄业。还肄业呀？对，这10个月还没毕业是吗？对，这行话叫早产。别瞎说了，这真是那样的。那没有什么学问，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嘛。少来这套，很有限。那您呢？哎，大这学生都楼了。大学毕业呀。您大学毕业？对了，你不就是个烤串的吗？你看知识多么的匮乏啊，词语多么的苍白。对不起，你是个搞烧烤的。不爱听他讲话就在这里。那您怎么大学毕业呀？大学毕业。对了，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南开。净来这套。怎么了？南开怎么了？啊，南开怎么了？你们去过南开？你去过南开吗？你我没去过南开。就是南开有几个大门，南门冲哪儿开你都不知道吧？冲南开呀，要不能叫南开吗？这么好的包袱少有。怎么了？我也没去过，怎么了？您没去过，您别老说人南开大学。我不是南开的啊。那您哪？您北开的？您还是天托的？天托什么呀？田托都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好，你怎么正根儿啊？你看，哎呦，行啊，你个老 baby。别来这套，说出点词来。我就问您，您哪儿的？国外上的大学。国外？国外啊。对了，哪所大学？哪所大学？我们那个学校英文名叫Eton School。什么？Eton School。不，您稍微慢点。Eton School。Eton School 啊。Eton学校。您那是国外大学吗？伊春也没这学校。我跟你讲不了，我大学我跟你告诉你干嘛呀？你万一去到我们学校的大门口磕头跪下跪怎么着的，没有必要。不是，我不跟您说说，我了解了解。我先不管我们大学啊，我先跟你说说我们大学门口有一个雕像。
有雕像，我大概能知道。有个雕像，嗯，哎，雕像，雕像那缺一胳膊，缺一胳膊，杨过呀，那是你们学校雕像。我的妈呀！啊，你们家缺一胳膊就是杨过？不是缺一胳膊，杨过是谁呀？你们要学校缺一胳膊的吗？有那样的吗？那谁呀？缺一胳膊那个？哪个？叫什么？维塔斯。别来这套了，维塔斯唱海豚音那个，缺胳膊那是维纳斯。维纳斯不打台球的吗？打台球的那个是戴维斯。戴维斯不牛仔裤吗？那是李维斯。李维斯不主持人吗？那李维嘉是主持人。李维嘉不香港首富吗？香港首富李嘉诚。李嘉诚不是网红吗？那是李嘉琪。不，这李佳琦不是奶牛大王吗？那是，我也不知道了。妈呀，我还以为你都知道呢。废话了，谁知道你们学校一排雕像啊？这是干嘛的呀？我哪个大学呢？我不想告诉你。你不告诉我就不了解了。有学问就行了呗。头皮屑都甩出来了。有学问就行了呗。有什么学问？您哪个学校毕业的？您哪个？北京工业大学呀。啊？北京工业大学。北工大吗？对呀、啊。北京工业大学。啊。说出来，你怎么的很露脸吗？露不露脸呢？我们是那学校的呀。不在乎这个、啊，在乎的是真正的学问。您呐。对了。您有什么学问？有什么学问啊？啊。出口成章。就您。对了，上学的时候别的不说，啊、语文最好。哦，那不错呀，语文最好啊！再什么哪个叫唐诗三百首哦，烂熟于胸，嚯、哦，烂熟于心。你这成语都有啊？啊，成语就这个。上学都学个诗仙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李白。哎，对，诗圣。嗯，杜甫。嗯，诗王、啊、谢逊。对，谢逊。啊，那是金毛狮王。狮王是辛吧？那是狮子王动画片了，狮王黄飞鸿，黄飞鸿狮王争霸，那是争霸，怎么就霸人抢走了？谁霸人抢走了？你说白居易都知道、啊、上学的时候不都考这个吗？是天天背诵唐诗三百首，有这个有吗？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，问机何所思，问机何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肯德，我以前在肯德基上班。那你们也老问这个的、啊、这都会这个，又都会。对了，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，问女何所思，问女何所忆，女无所思，女无所忆，昨夜见军鼎，可汗大点兵，军书十二卷，卷举爷名，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，愿为市鞍马，从此替爷征，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你看你可以鼓掌了，你看这都有。就是你们那《木兰辞》最后是可以鼓掌了。对，你们这写的是背诵全文是吧？这是这样的呀。我们这不一样啊。哎呦，都这个卖炭翁，伐薪烧炭南山中。然后呢？两鬓苍苍十指黑。嗯。卖炭得钱何所营？对不对？可怜身上口中食。可怜身上衣正单。心忧炭贱怨天寒。我跟你借。城外一尺雪，小驾炭车碾冰辙，都会呀、啊。可以鼓掌了。跟出师表，我出师表也行。先帝创业未半，嗯，而中道花光预算，哎，都有这什么出师表？就我干嘛？我非得背全了吗？背不背全，您不能就留这两估计。怕我背全了，你学会了。我学会了。我跟您说，真正有能耐不是这死记硬背的。知道啊，知道，就是展示一下嘛。啊、展示一下得活学活用。咱都知道，你看唐诗宋词都得了解。嗯、上，你看这，比方你看着什么东西了？啊、这个诗词啊，陶冶人的情操嘛。哎，对对对。哦，在家里边，哎，沏一杯龙井茶，爱喝茶，看着茶叶缓缓的飘落，嗯，往里边撒点胡椒面，撒那个干嘛呀？秋水长天一色啊，对不对？本是后山人，偶作堂前客，醉舞金阁半卷书，对景说天阔。是戏功名，海斗梁福祸。论到囊中羞涩时，怒指乾坤错。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
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。老师，您这个如果要唱出来的话会更好。也可以。错错错，我夸你呢。我的错啊，这可还可以用泰文。丫头妹妹哈妹赞，萨瓦迪卡之后萨尤那拉。真好，这泰文刚问人问好了然后就走了是吧？这告诉你，告诉你，你告诉我什么呀？会翻译，活学活用。您呀在这儿咱们展示一下，活用活用，即兴发挥，来呀、啊，看看您考学问，对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考学问又不是料教，您这干嘛呢？一肚子学问，一肚子学问，没别的，这里边都是哦，都是能耐。那是的，你当这里是什么？学问都溢出来了，那，好家伙，学问都溢出来了，您这都有点滋滋冒油了，这是。行，那咱来个文字游戏，文字游戏，嗯，好，开始，不要紧吧？干嘛啊？有硅胶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什么？哦，文字游戏就是蚊子呀？学文，我是蚊子呀，蚊子叮。您是蚊子，我也不是游戏啊。我跟您说吧，文学汉字之较量，简称文字游戏。看你说那么复杂。我说复杂不复杂呀？不是文学较量吗？咱来个。词语接龙，词语接龙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就我提这么一个字儿啊，您接后边说词语或者是成语，顶针续麻的衔接，连接到最后一个祝福语上。好，说虽然说一个字儿，嗯，大伙来，字头咬字尾，哎，顶针续麻，顶针续麻，对，你看顶针续麻，你听这词儿就不是什么有学问人。啊、谁说的呀？顶针续麻啊，接到哪个词上？接到十分美好，接到这个词上，嗯，可以。好吧，来，哎，我呀，我给你降低一个难度。什么难度？你可以音同字不同。哎呀，有点多余了。什么菜呀，喝成这样了？了这嘴一了歪斜的，这是。咱这学问有那必要吗？好家伙的，行。也行，听你的，音同字不同、哎。你能明白这个？不就随便说一个字接到十分美好上吗？要领你掌握了。比方说，啊、张鹤伦的张，这接张字说，接到十分美好。对，张冠李戴。哎，你得接戴字往后说。戴罪立功，功。公私分明，明，名副其实，实，十分美好 ，so easy 呀、啊！哎呦，有什么难度、啊？还真说上来了、啊，准备半天吧？怎么叫准备半天？打个比方说张鹤伦的张，对，打比方吗？来说我，郎鹤炎，郎鹤炎，郎，郎，狼心狗肺，到我这儿就没好词儿，我就啊，行行行，废废废，废寝忘食。十分美好，还有谁？有点能耐，哎，那郎鹤炎要言呢？言过其实，十分美好，还有谁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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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哎，咱换一个，德云社的德，德才兼备，好词儿，备。备战备荒，荒，荒山土岗，岗，岗位责任制。这词儿是你这岁数说出来的。啊，志，志同道合，好词儿，合，何去何从？从，从弱到强，好，强，强大无比，比。比翼双飞，飞飞沙走石，石十分美好，还有谁？今天是个团建的节目啊！好好好，行行行，哎，咱这样，你也别提字儿，我也别说词儿了。你那意思呢？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提字儿，你给我接到十分美好。你那意思让观众随便提一个字儿，我给你接到十分美好上，好不好？不可以，不这。可以呀、啊，咱们按照背好的词儿来，好不好？哎，咱们哪有字儿？开业啊！你别给整砸了！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得摁住了他。开业，别整砸了！别砸了也不是砸我们，砸的是你，对不对呀、啊？非得砸了！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啊，他跟这儿卖派自己学问，其实他一无是处，您知道吗？咱们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天津人都是有学问的，咱们就给他提那犄角旮旯的。哎，阴山背后的，字典里都找不着的那个词儿，咱争取难为死的，好不好？我在这儿谢谢大家。哎，
我吓我一跳去。哎呦我的天！来，你要翻一跟头呢。哎，我这肚子得叠起来。咱们提字吧。太好了，刚才人家说了根儿。哎，你们够根儿的。别来这套。别来这套。根儿。哎，你锁下挺根儿啊。我用你夸我。根儿。来吧，姐姐。不是有头发就是你姐姐。我看这都气得很。那小秃瓢。老帮菜。歇你啊。你看我一说歇你小朋友。他可能乐的是头一句啊。根儿。根儿。我让你打名来了。那也没用，那也是根儿根儿啊，根儿啊，根儿，字根儿根儿的一声，什么词儿啊？这是根儿，这跟我们天津人说那个不一样、啊。哎，根儿的一声，行，生不逢时，十分美好。哎，不是呀，还有谁？你们这太照顾他了，对不对？这太简单了。这边朋友，这字儿有点难，有没有？饕餮的餮。你告诉我这字咋写？你管人怎么写？我给你降低点难度，多少划？这个字，你说这词儿多少划？我给你来个汉传好不好啊？啥叫汉传啊？啥叫划啊？多少笔画？多少画？你这方言正字念划吗？我这是方言啊，划船的划。你别划了，有轱辘显得快点啊。来，这哪个字？贴。不说这个，换一个。什么叫不说这个？贴的一声，生不逢时，十分美好。还有谁？真是没谁了，啊！来这边的朋友，闷儿闷儿闷儿的一声，生不逢时，十分美好。还有谁？张鹤伦，今天都是你们家亲戚包场是吧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钱、啊、能真的假的？来后边的朋友，纯，好吗？纯。谁说纯的一声？你以为头一排我听不见是怎么着？啊，纯的一声，他说纯的一声了，你不能说了。纯的两声，我夸你呢，啊，两声、三声、n 声都不行。纯，这字怎么写？哎，纯字咋写？这词儿太水了，这纯字咋写？写不下来，写不下来，这太难了啊！写不下来，来写，来，回来来。咱别老给他提醒啊！来龙去脉，脉相传，传家之宝，宝刀未老，老当益壮，壮指凌云，云开日出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虎踞龙盘，盘根错节，节足先登，登峰造极，极思广益，意志更坚，坚如磐石，十分美好。还有谁？不错啊，有点文化，这难为都差不多了，咱再来提个词儿啊，两天。biang 的，你再说。biang 面呢？面俱到。到听途说说，说一不二。
2:51:10，十分美好。还有谁？哎呀，这都已经被他洗脑了。哎，咱们再来一个，难为难为他。嘎，不行，他嘎的又一声，他是啊，叶，哎，那个是叶，叶，开业大吉的叶，叶叶叶叶劝业场，那是劝业场啊！你这划拉划拉就过去了是吧？倒装句不行，倒装句儿，叶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一哥们儿，想问天，你在哪里？还好，太捧了您这是，啊，就这半句儿啊。夜，夜黑风高，高深莫测，厕所在哪？哎呀，这词儿太哪儿？哪儿有厕所？怎么就这么着急吗？所里有人，人满为患。换间厕所，所里又有人。哎，我说您等会儿，咱能不能别老围着厕所转呢？好好说，人啊，人。人人小鬼大，啊，好词儿，大，大爱无疆，将心比心，不错，心心相印，好，印贼作父，父相伤害，害想咋地？哎，你也会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认贼作父，怎么印贼作父呢？我东北人，我们东北人都这么说，咋的呀，老铁啊？没毛病，老摸了茶菜啊，好，就这么说。滴滴打车，这词儿真差劲。车水马龙，好，龙容光焕发。哎，不对啊，容光焕对，他还印贼作父呢。好，发扬光大，大。泡泡糖，这词儿，糖一炮弹，弹尽粮绝，绝地逢生，生不逢时，时十分美好。还有谁？说的来了。这世界很酷。